01，妹子，神马情况，绳子咋就跳没了呢？02，死神这玩笑开大了，求出租车司机的心理阴影面积。03，有这脚法，不进国家队可惜了。04，还好及时按下空格键，要不这两人就被洒水车淋到了。05，你追我，如果你追到我，我就让你嘿嘿嘿。06，这才是穿高跟鞋下楼梯的正确姿势，你走对了吗？07，楼梯翻跟斗，妹子你是怎么想的？找帅吗？08，猫咪，卧槽，握个手而已，要不要这么用力啊？09，女人不管开车还是骑车，总是让人很不放心呢。10，女司机到底有多可怕？狠起来连自己也压。11，滑雪电视上见多了，还是第一次见花轮椅的，可惜帅不过3秒，很皮啊，希望人没事。12，模仿的挺像，就是瘦了点。